们六位都是来自于书中的人物，今天还有三位跟你们一样从书中出来的人物。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！李晨、晨晨、卢玉晓，你们三位来自于图书《大禹治水之一封家书》。郑凯、白露和黄星纯，你们来自于图书《林海里的父亲》。沙溢、张真源和范世琦，你们来自于图书《时光长河》里的鱼群。你们九位的目标就是要让自己所在的图书成为最终的隆重推荐图书。中国植物志上有一条腰封，上面的推荐语能够更好地吸引读者，因此在今天你们将依次去到三本书中。娱乐大，这什么地方？这是我们生活的时代。哇，这就是我们的林场。哎呀，欢迎来到我们小渔村。在了解书中故事的同时，通过完成任务搜集腰封词条。你能压住我？获得越多的腰封词条，就可以在最终环节获得更多的优势道具。在游历三本书的过程中，蓝队获得了五个腰封词条，棕队获得了两个腰封词条，白队获得了三个腰封词条。三本书的故事我们都已经读完了，相信大家对彼此的故事都有了一些思考和了解。接下来你们就将带着腰封词条前往昆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成贡校区，我们将在这里开启撕名牌对决。两个弟弟啊，这今晚撕名牌哥可能用处不大了。你们熊大熊啊，你俩哥，我岁数也不是特别小了，这上该上上。我是盾派的，盾派什么盾？迟钝，迟钝。嗯，没事，只要你够敏捷就行。我迟钝，迟钝跟敏捷哥。这俩词儿，我以为是脑子迟钝，但脑子比较敏捷，身体是敏捷，我是脑子比较敏捷，就好多动作都是脑子里面已经想到了，身体干不出来。他一早上就忽悠我说会不会死我什么什么，不要相信，谁也别信。我跟你说，你凯哥今天装低调呢，凯哥一问就是胃不好，到晚上全好了，一撕全好。我上次被白鹿撕掉的那股伤心劲儿还在心头呢。我看他们那片段了，上电梯，你找机会撕开。没有想到今天成了一对。谢谢谢谢跑男，谢谢跑男。那一刻我的世界都崩塌了。今天晚上一定是晨哥跟凯哥的。今天我会撕掉我眼见的一切。晨哥别睡了，晨哥你把他扒了行不行？不行不行，你扒了。我扒了吗？扒了完之后我干啥扒了人家？他对你有敌意了就撕你。不行，扒了去。哎，哥哥快睡，养精蓄锐。来到学校了，同学们上课喽。这学校还不小呢，这学校。寻找一下儿时的感觉。欢迎大家来到昆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成贡校区，这里是孩子们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和生态保护理念的启蒙之地。我们也将在这里开启撕名牌对决。今天撕名牌的形式是封锁券撕名牌。封锁券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有特异特殊的技能，定不许动。哦啊，什么？是吗？怎么这样？一张名牌封锁券相当于名牌四分之一大小，名牌封锁券会减少大家名牌和后背的接触面积，更容易撕。哦，这个意思啊？我以为是封住不能撕呢。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
贴了越多的名牌封锁券，那么他的名牌就越容易撕下来，最后自己都掉了都。那贴四个不就没有了吗？这个贴上了以后，这不就是一下就拿下来？但是一个人身上最多只能被贴上三张封锁券。你肯定三个了，给我也太浪费了。因为今天三队在游历三本书的过程中，蓝队获得了5个妖风词条，棕队获得了2个妖风词条，白队获得了3个妖风词条，所以你们每队起始都将获得对应数量的名牌封锁券。哇，我们有5个，你们最多的最惨，是你往你们身上贴。对啊，给对方用是吗？还给自己用啊，想早点下班是不是？他们说我封锁自己。大家今晚在撕名牌的场地里还可以看到像我们身后的那2个灯箱。天地与我并生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这些展牌起始都是熄灭的，你们可以在场地内寻找贴有2标的信封，信封里有展牌文字相对应的现代译文，这些文字都记录了先民顺应自然、利用自然、对自然资源取之有道的故事。找到这个译文之后，并将这个译文卡片投入到相对应的文字展牌里，这个展牌的灯就会被点亮，可以获得一张新的名牌封锁券。哦，除此之外，信封里还有名牌解封券，可以摘下名牌封锁券的小条。哦，我觉着哈，凯凯，咱俩联手，怎么了？你出一个，完剩下那俩我补。贴谁啊？贴你啊？贴别人对得起你吗？大不了你贴我仨。没有意义。你仨有点浪费。浪费了，我觉得。在这个环节当中，最终获胜的一队，你们的书籍就将成为隆重推荐图书。接下来，请三组成员前往各自的出生点。这里有康师傅为大家准备的茶多酚能量补给站，康师傅无糖茉莉绿茶，选用恒州春豪级茉莉花茶，富含天然茶多酚，可以喝点补充一下活力哦。